嗨，各位喜爱和尚家的朋友，还有我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大家晚安。今天我是一个毕业生代表，我是公共系硕二的欧阳生。那我加入这个家已经三年了，那大家会觉得说家，哎呦，拜托，学校怎么会有家？你怎么好意思说我们是一个家呢？大家大不了会觉得是，哎，大一到硕二，甚至是个校友，都会回来一起唱歌。可是我们不只是会喜欢唱歌的一个团体，更是一个有一份关系在，所以我们才彼此连接的彼此。在台上的毕业生，去年啊，记得是都是第一届的团员们在台上，而这次呢，我们有第一届的还在台上。会不会是他延毕啊？对啦，可是他延毕是为了梦想，他双主修，他有教育学程，他要实习。但也有我们才认识一年的伙伴，我们才认识一年，可是我们关系我觉得非常棒。这就要回头到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想到去年我还没有被创团的时候的你奶奶给带过，可是有一次她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她要回来学校，哇，老校友们就好像一呼百应一样，就回来东海，然后到时候要一起练习，一起献诗。然后你奶奶那时候我不认识她，她一定更不认识我。可是那一次我还记得，在罗芳华老师家，大家一起吃着罗奶奶做的糕点，然后米奶奶就在那边看着大家，大家就在吃饭，哎，吃个那个小点心。突然间啊，米奶奶就靠近我，她就看着我，她就说：“哎，你最近过得好吗？”从来没有一句一个不认识她不认识我不认识她的一个奶奶，她就这样子关心我，她就说这么一句话，她就这样问我，关心我。这让我想到，就是过去项目是有一个 slogan， 他就说：多看一眼，多走一步，多聊一句，成为彼此的天使。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啊，原来当初创团的时候，那个合唱家的宗旨是什么？当然就是彼此看顾个彼此。所以说，台上的大家各有各在忙的事情。当然，我相信没有在台上，过去我们的团员也因为很多事情，他在忙碌他的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没有跟我们一起。可是我们彼此还是有一些联系在里头。相信即使是大一到大三的他们，也有很多事情要忙啊，忙着报告，忙着统计不要被当掉，忙着可能交男女朋友。OK， 可是当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会有困苦的时候，我们去哪里避风呢？家里可能太远 ，OK， 我家住台南，我不常回家。可是我发现，在东海就是有这么一个家。像我在让文贤姐看到我的时候，常常就说：“哎，欧阳你瘦了。”哇，这句话这大家听起来就说：“哦，我减肥减得好辛苦，你竟然瘦那么多。”可是我知道那一句话，他并不是觉得说我好羡慕你，而是他在关心你，他在关心我。所以我们的这个合唱家彼此之间，我相信很多在困苦的时候，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或者只要你愿意讲，我们就愿意听。彼此的联系是怎么来的呢？你有付出，你只要去做，其实我们关系就会非常好。在今年，我跟台上的有几位大四的想要练英文，哎，我们指挥是外国人，他不会讲中文哦，完全不会，他正在学。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吧，那就找Mr. Rice 来一起吃个饭。因为过去我们在台上的每一个人，你说台湾小孩英文好不好？还不错嘛。可是会怕，哎，怕跟外国人讲话，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话聊聊天。我就发现越来越更认识我们的指挥，因为其实我们在休息的时候都没有在跟他聊天，他也就觉得哎，休息的时候就在默默在旁边。现在
我想我们彼此已经并不是说只是一个指挥以及学生们在一起练合唱。所以我希望我们彼此甚至到大家在关心或是看顾旁边自己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没有说他们的关系一定要跟我们是怎样，所以才要采取什么行动。陌生人也 OK 啊，就只差你那一句话，那一个眼神，就那么句话，你就去行动，只是聊个天，关心他，你最近好吗？我想每个人身旁都是你的兄弟姐妹，都是你的家人。所以我现在就要去介绍一下我们的指挥 Mr. Rice 上台替我们指挥我们想要表演的两首歌，一个是 Flying Free， 还有愿主是当答案不够时。那我们 welcome our conductor Mr. Rice。